And I hope that you'll be safe here because it's a true sharing. Mr. Jacobs have told me a lot about you, so I have some advices for you. The first one is about the hot water. It's available in the morning from 6 o'clock up to 8 and in the evening since 8 up to 10.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about the bread. If you want fresh bread, you can go to the bakery or to the shop. They are not far from this place. But there is a problem. You can go to the bakery, but it's open, I think, from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you'll have to queue for a while, so you'd better go there about 9 o'clock in the evening. It's up to you to decide. If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your dwelling, please go to me and ask me. I think you'll always find me downstairs. Now I think it's better for you to have a rest, and if you have questions, ask me. And now I think let me leave.他真啰嗦，我一句都没听懂。怎么了？不开心啊？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女房东长得好看，你喜欢她了。没有，乱讲。就是。我看见你盯着他看来着。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许盯着任何女人看，除了看我。妮妮，我……好了，布置新家。通过犹太商会介绍，我和明尼在一个犹太人居住了下来。明尼显然很高兴，而我却多少有点恍如隔世。起风了，风很大。嗯，怎么了？睡不着？嗯，我就是有一点害怕。怕什么？不知道，可能在船上的日子久了，一听见刮风就害怕。我就是来看看你有没有睡着。我正要睡着，还没睡。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睡在一套房子里，除了和 Mr. Magic。风还是很大。我能在你床上躺会儿吗？爹，你没事吧？爹，我刚才去看过了，院子里没事儿，天一哥也挺好的，您呀，就安心休息吧。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睡在你旁边不习惯了？没有，就是睡不着。还说呢，半夜三更的睡不着，守在窗边，哼，就是。要不然就是又在想那个女房东。你啊，乱猜。我什么也没想，我在想我家。你家？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你家在哪儿？别说别说了，还是不要说了。我可不想听见你说你有家，还有太太，还有一大群孩子。反正你是我的，你的心里就不能装下别人，永远不许。咪咪，我家，我。你真的有太太，有小孩？没有，我那就够了。只要没有就行了，我才不在乎你的家、你的过去呢。反正我知道，你离开了家，也不想回去，你一定有自己的道理，而且你也一定有难处，要不然。你不会不愿意说出来，我懂没有家的感受。我从小就四处流浪，可是当我遇到你，和你一起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不想让这种感觉消失，我想让它延续下去，不管可以延续多久。所以，我不会去问你的过去。还有你的家，直到有一天，你可以不再痛苦地告诉我，那样我才愿意去听，不然的话，我也会痛苦的，尤其对一个没有过去的人，那是最痛苦的。过去，是一个人最难抛开的。人啊。总是想有选择的忘记，可事实上，永远是无选择的记住一切，而且永远忘不掉。一旦你告诉自己要忘掉的时候，就是你记起来的瞬间。那就不要选择去忘掉，只要不去忘掉，就不会想起，就会永远快乐。我们两个是一样的人，我知道。就像那天你第一眼看见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是注定的。因为你有你的过去要抛开，我有我的过去要寻找。我们只有共同面对未来，才会永远在一起，永远幸福，永远快乐。你说的对。那我要你快乐起来，我要你什么都不想，答应我。我答应你。爹，您就放心回去吧。昨天晚上我和大新来过了，咱这天一阁呀，肯定没问题的。小新，一夜风雨，我不放心呢。
各位乡亲，实在抱歉，只因天一阁遭此风灾，劳动各位了，在此万分感谢。范少爷太客气了，宁波天一阁既是您范家的，也是我们宁波人的，这次天一阁遭难，我们大家理应相助嘛！啊，人人有责，人人有责呀！谢谢谢谢。是啊，是啊。 只是现在时局很乱，我们大部分家产、银票都已转到内地去了。哎，想不到啊，这场大风，天一阁，哎，就禁不住了。是啊，是啊，是啊，真没想到啊，是。徐伯伯。 坐坐坐，哎，这是我们报啊，为你天一阁修缮做的一份样报啊，您看一下。哎，好。徐伯伯，这次实在太麻烦你了，我代表家父，谢谢你。哎，伯清呢？ 别这么说，你们范家为宁波出过不少力，如今天一阁遭难，理应呼吁广大民众为天一阁募捐，以度过这个难关呐。唉，现在时局很乱，许多有钱的人都把财产转到内陆和南洋去了。 往年天一阁有难，大家伙都是带着捐资过来，现在呢，多数是空谈呐。是啊，修缮天一阁所需经费不菲，要不是家里实在掏不出这么多钱来，也绝不会为难乡亲们的。哎，伯清呐。 别担心，办法总会有的。咱们这报也销到外部的一些个大城市里，诸如上海啊、南京啊、北平、天津，都有啊。对，到时候消息一传开，过不了多久，各地的爱书人士都会来帮忙捐助的。 到时候可不就是宁波一事一地了，啊！好，好，伯清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杯水车薪，啊，全作是尽一份绵薄之力吧，这不合适吧？范先生，这也算我一份，请笑纳。 哎呀，这合，这也是我的一份，这合适吗？范先生，这也是，收下，收下，谢谢，谢谢，徐伯伯，谢谢，谢谢，我代表家父，谢谢大家了。不是，老爷，您喝杯茶吧。喝点茶吧，啊，老爷，爹。 爹，娘，爹怎么了？哎呀，这还不是那些个乡绅名流啊！一个个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忙帮不上不说，还害得老爷应酬。大喜，你也别这样说，还是有很多好人的。行了，说那么多干什么呀？快帮我把你爹扶进去。大喜呢？赶快去叫大夫来呀！快快快去！爹，爹，喂，林公公，找谁？讲话，怎么又是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要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什么？你是不是又在外面赌钱了？我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挣钱，可是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我没钱，我就是有钱，我还给自己买棺材。王八蛋，不争气的东西。什么事啊？这么大呼小叫的。少爷，少爷，我不知道您在里面。啊，没事，你帮我办一件事，给宁波范家汇一笔款子，我要还天一阁一个人情。是，少爷。不过什么？我是说，少爷既然对范家还有这一番情谊。什么情谊不情谊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看在这些书的份上，好歹这些书也陪了我爸爸这么多年。我的意思是说，与其这样，少爷倒不如把天一阁的书还回去，这也是老爷的心愿。我不知道怎么还回去，你知道吗？我带着我父亲的灵位去范家，那范伯伯愣是破了他们家祖宗的规矩，亲手捧着我父亲的灵位登了天一阁，了了我父亲一生的心愿。我父亲的心愿倒是了了，那我怎么跟范家人说啊？我说范伯伯，你把我父亲当成一生的至交，可是对不起，其实他把你们天一阁的书藏在自己家里，一藏藏了十年。我丢得起这个人，我爸爸丢不起这个脸。我不能让他老人家死了，还让人看不起啊。是。我告诉你，这些书我根本就不想要，可是我也还不回去。是，我多嘴了。你知道就好，以后少跟我提这件事。是。哦，对了，少爷，刚才会计老王来过电话说，公司里这一个月来亏得厉害，特别是印刷厂。自从少爷上一次回绝了人家之后，公司里就再也没有接到什么单子了。回绝？我回绝谁了？怎么，少爷，你忘了，就是日本人订的那些单子呀。日本人在自己国家不好好待着，跑到中国来做生意，就靠一些浪人在这里胡搅蛮缠，完全是黑道的路子。想兼并我的印刷厂，我就是亏了本，把厂子关了，我也不会留给他们。少爷，那日本人可不是江湖上的一般的小混混，他们现在海岸哪来，恐怕过不了多久，他们的军队就要开过来了。吴淞口岸日本人的军舰不是就是开来开去的吗？那炮口可有碗口那么粗啊！所以少爷，那日本人可得罪不得呀。水根，你真是我们家的老管家，我不懂的你全懂啊。算我多嘴，那我去办事儿。水根啊，我记着你的老家在江北吧？是，少爷。这个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也用不着您老这么费心了。有空呢，就经常回家走走，看看什么你的赔钱儿子啊、赔钱弟弟啊，也省得我这小辈的在这儿使唤你。你放心，工钱我不会少你的，就是有一条。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往家里带，也别把家里的事情到处乱讲。少爷，你的意思是说要赶我走？我来到这个家伺候老爷半辈子，我13岁的时候来到这个家，那时候少爷刚刚降生，老爷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我，看得我小小年纪，人穷，还知道
念书识字，于是把我带到林家。我一干就干到现在，老爷对我一向很好，可是少爷你不能啊！你别给我抖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水根，我为什么让你走你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你当初那句话，这些书能留在林家吗？这些书没留在我们家，我爸爸会把若云嫁给范家吗？若云要是不嫁给范家，他能跟范书涵私奔吗？他不跟范书涵私奔，他会死吗？他不死，我爸爸会死吗？水根，你还有脸留在林家？好，我走，我走。少爷，真是长大了，这心变得也是越来越冷了。我在林家做了半辈子的看门狗，到头来还是个奴才命，这就是命啊。谁呀？日莲呐。娘。娘，日莲呐，干什么呢？啊，没干什么，收拾收拾东西。哎呀，这家里最近呢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儿的，你憋着身体又不好。我这心里理来理去的呀，一会儿想想你，一会儿想想伯清，一会儿又想想季红，这孩子在上海也不知怎么样。娘，他应该没事儿。我跟大哥不是上上海看过他了吗？他还是那样，不过倒是越来越像个大人了，跟同学们一起忙来忙去的，做点社会工作。我大哥还劝他，让他少干闲事，多读书。哎，他还跟我大哥顶了两句。我看季红这个脾气倒是越来越像舒涵了。哦，还有你大哥性子太弱，这几天呢，娘也看出来了，敏仪对伯清好像有那么点意思。我是怕米姨这孩子性子太强了，你大哥他……奶娘，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他两个要是真的有缘分的话，我倒是觉得我挺愿意米姨做我大嫂的。哎，不行，你爹他不会同意的。听说米姨他爹不是……哎，别提这事儿。再说了，爹是爹，女儿是女儿。你越来越世故了啊！你知道什么？咱们天一范家虽说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却是远近都知道的。好了好了，不说了。日莲呐，嗯，娘还有一件事儿。你知道方先生回来趟乡下是为了什么吗？我怎么知道？他走的时候吞吞吐吐的，什么也没说，我也就没问他。你看看这个，方先生当爹了，娘呢也没别的意思，方先生他是个好人，你跟方先生能成为
好朋友、好兄妹，娘挺开心的。以前你跟方先生挺说得来的，娘也知道你的心意。可是生活就是这样，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做。润莲，心里头别老拧着啊。娘，我懂你的意思。娘几次想开口跟你说说，可是话到嘴边上就又都咽回去了。可是眼看着这家里都上上下下的乱成这样，想来想去啊，还是想跟你说说，家里可别再出什么乱子了。娘，你别说了，你说的都对，我长大了，懂事了，我不会再给家里添乱了，你放心吧。子文哥，这趟回家，家里都还好吗？挺好的。孩子还可爱吗？也挺可爱的。这是送给孩子的，我先走了。在上海的日子里，明妮每天都出门去报馆，去犹太人商会，希望能找到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过去。可每天她又失望而归。而我每天待在屋里，懒得下楼，甚至懒得吃饭。我无法面对这个曾经让我伤心的城市。面对明妮，面对明妮对我的依恋，对我的信任，我学着去爱，去面对新的生活。可是内心的记忆却时不时的会涌上来，让我的爱染上了一丝忧郁。面对明妮发自内心的笑脸和爱意，我的爱反而有点模糊，有点伤感，有点沉重。因为我无法确证我面对明妮的到底是不是爱。回来了。嗯。累不累？别灰心，明天再接着找。送你个礼物。把眼睛闭起来。睁开。你雕的，嗯，我们俩，嗯，本来想等你找到你父亲以后当礼物送给你，先给你吧，让你开心一点。
我是快乐水手。我是伤心的公主。你是快乐的公主，不是忧伤的公主。有我在，你就会快乐。那好吧，那我就快乐一点。你又一天没下楼。嗯。为什么老这样？我。你出去，我要换衣服。你为什么总这样？成天躲在楼上，从来都不下楼，也不吃饭，也不照顾自己。我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你要做什么，我也没有硬要你陪我上过街呀。可是我每天都在街上走走，我心里就在想，如果有钟琪陪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不会觉得这么难受。哪怕就是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的下落，我也不会心里这么不舒服。我知道你不愿意下楼，是因为你不想想起你的过去，你想逃避那些东西，那你也不能成天这样。罚你为我做饭。明妮，对不起，我错了。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你送这个。这是什么？钱。钱？这是我爹给我的，我知道天一哥需要钱。你拿着吧。这合适吗？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家正需要钱呢。可是你爹的钱怎么能收呢？这钱不脏。哎，你，我不是这个意思。韵莲呢？我们去找她。哦，她不在。去哪儿了？她去上海了。家里遭了风灾。爹的一些报界朋友和社会名流募划了一些钱款，让韵莲答谢一下。大兴也去了。米，对不起，刚才我不会说话，你生气了吧？我都忘了，也怪我说话没分寸。我光想着对天一阁好，我没有想到天一阁。我知道你对我好。哎，刚才你说你爹，他走了。他走了，去南洋。现在上海的势力很混乱，日本人的势力都进来了。其实我爹只是暂时避避风头，会马上回来的。你知道他脾气，跟虹口的日本浪人干起来了，所以，怪不得，怪不得，怪不得。季红来信了，你自己看吧。我看啊。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我说我今天怎么会语无伦次呢？
都是这封信闹的。看来季红是学术寒，不安分守己。当兵就当兵好了，当过兵会更像个男人，有什么不好的？可当兵危险，那万一要是……吃饭会被噎死呢？哪有那么多万一？要是有万一，也等万一来了之后再说。 你这么早担心干嘛？那这信的事儿，我还跟爹说吗？暂时别提，就算你提了，季红也不能马上回来，还是让他们老人家担心。依依，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好像变得简单了。你是范家的长子，什么事儿应该拿主意的。 其实这是你们范家的事儿，我又多嘴了，我走了。哎，他又怎么了？你真会修书啊！ 吓死我了！嗯，修好了。不过这是本外国书，不太好修。这个纸，中国书的比较好修，是宣纸，那个我修的比较好。哦，那你看这些是不是中国书？好，那你把它都修好。啊？嗯。听见了吗，永琪？ 你这从哪儿弄来的书啊？都是门口书店的。我跟书店老板说，你这些旧书再不补补的话，都快散了架了。我说我男人会补书，但是呢，我是要收工钱的。所以这是你给我揽的活儿？对，因为你每天都在楼上，也不出去。我们吃什么呀？我跟他说，三天之内就把书修好了。 但是啊，我今天还提前预支了工钱呢。你看，我买了菜了，我去做饭了。哎，明妮，你今天去找那个？我已经习惯了，反正今天找不到，明天还可以找嘛。我觉得奇迹总会发生的，只要我们都不饿死。 没想到你还能把书修成这样，要让书店老板看见了，一定把你当宝贝了。谢谢你陪我下楼去还书。没有，其实我觉得修书还好了，我觉得我挺自私的，每天都是你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我总待在家里。今天把书修完还回去以后。 你要想去哪儿，我都陪着你。你对我真好。我知道你不愿意下楼，是因为你怕遇见熟人，让你想起过去。我这儿也没什么熟人。
谢谢光临。